白葡萄哦，白葡萄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口味？还有什么口味？苹果真的没有哎，苹果目前还没有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口味？再想，再想，再想，再想。蜂蜜啊！各位观众，你刚刚说的那个口味是什么口味的口的啤酒？台湾啤酒啊。对，你刚刚说什么水果口味？荔枝，确定？确定？其实我们原本没有要出荔枝啤酒，为了你，我们就出了荔枝啤酒。对，我们果维勋真的有荔枝啤酒，但是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口味？苹果真的没有，有没有别的答案？鲜苹果也没有，还有别的吗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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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抢答抢答！啊哈！哎，其实不一定要回答水果的，你们干嘛呢？怎么样？请说。十八生什么？生小孩？吓死我了！十八天生不出小孩，对，十八天生啤酒。来，我们送给他一个礼物。再给你个机会，美女美女，不一定要回答那个水果啤酒，蜂蜜啤酒没错。来，送给他一个礼物，最后一个。水桶目前还没有，我们未来有可能，你可以啊，就是买个那个金牌啤酒，然后水蜜桃放旁边，自制水蜜桃啤酒的概念混搭混，你是不是都没有拿到礼物？你刚刚不是有参与活动吗？来，我这里还有礼物啊，这位小姐，回答过了不能再回答了，准备好了？什么？刚刚他就是只回答蜂蜜，还有什么？我们有一些代言人蔡依林啊，哈，还有大蓝哥，品酒节都会看，全麦啤酒，你看全麦面包，小麦啤酒倒是有啦，有没有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网络 Google 了是不是？来，先生给你个机会，但是你没有拿到礼物对不对？给你个机会，给你个机会，你是不是鄙视我们家的礼物？好了，我还有礼物。其实还有一些酒没有拿到，我觉得我有看到有人举手，男生请说，你确定是台湾啤酒的口味？你再说一次，大声一点，什么口味？草莓，毛毛你说有草莓口味？没有，这、就是最佳的错误示范。我知道啊，会不会是别的品牌的呢？确定我没有草莓口味了吗？目前我们的这个资料是没有，那讲别的，再讲别的，讲别的，讲别的，讲别的。来，你说，芒果 bingo， 来送给那位美女。好，来那位帅哥，老实讲，我们还有金牌啤酒、跟经典啤酒，还有品牧啤酒，还有果味勋，还有十八天生啤酒，还有水果啤酒，还有什么？这讲完了啦，就是大概八个品项，最后一个礼物谁想要啊？谁想要？谁想要？谁想要？好，后面的朋友，可不可以跟我回答一下对台湾啤酒的支持程度？最喜欢我们的哪里？比如说，我们的这个酒啊，很有特色啦，或者是香醇可口都可以，随便讲。怎么样？在地的雄鸡。再点雄心啦！对对对，来送给这位先生礼物，谢谢。那么最后一场活动会是在6点的时候进行哦，请所有现场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。